1000万多年前，世界尚未历经巨变，我们在森林中过着祥和繁荣的生活。半神仙祖在林间漫游徜徉，从他们身上，我学到的所有该知道的事情。 马法里恩，对上塞纳留斯。马法里恩，我们已经训练了好一段时间，你的能力在我眼前逐渐成长。尊师，恐怕我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，那么我们就练习一下吧。 我的森林中有许多门生，但你是独一无二的。为森林而战。 有些人追寻其他形式的力量，譬如秘法，其实那是对大自然之力的亵渎。我弟弟就是这样的人。茁壮吧！ 不必为你弟弟的事情过度忧心，但是你得做好出手干预的准备。我会的，守护这片土地。大自然真好。 要我进攻哪里？我回来了。
要我进攻哪里？让整个荒野都感到欣慰。不久之后，你就会获得与你的付出相称的冠冕。您是说鹿角吗？当然。继续专心学习，徒儿，将来会派上用场的。睿智的塞纳留斯早已看清真相，我们的世界因为恶魔入侵而惨遭撕裂，在我鲁莽的弟弟伊利丹的协助之下，我的同胞度过了这场浩劫。只是我们兄弟对这场战争的回忆恐怕非常不一样。马法里恩，对上马多洛斯。所有人都要向燃烧军团臣服。我个人就会是个例外。所以伊利丹，你现在要帮我们了？我想是这样。有太多过去让我们分离，但现在我们要同心协力。唉，为了胜利也只能这样。我谁来烦呐？你给我冲啊！你根本没有帮到我，弟弟。我希望你说的对。他们在利用永恒之井当传送门，
我们得摧毁他。伤害萨维斯而付出代价，我把它变成的树，那能有什么伤害？以一路恩之名，龙宗辟邪。之名，看我最精彩的演出！我会享受观赏你的死。没有人能对抗萨格拉斯。享受观赏你的死亡，准备受死吧！以一路恩之名。整洁的花园，还有整洁的心。整洁的花园，还有整洁的心。要我进攻哪里？我谁来烦呐？让我战斗！遵从女神的旨意，you
滚开！海兰达，不！大自然的力量，回应我的呼唤。传送门产生爆炸，带走了那些恶魔，就跟我们的计划一样。但是你并没有对我们说出你全部的计划，弟弟。我偷偷装了一瓶永恒之井的井水，你不是法师，你不会了解的。只要永恒之井存在，我们就无法避免恶魔入侵。弟弟，你实在不该这么做。伊利丹那次的背叛，只是他沉沦堕落的开始。他变得暴躁孤僻，把自己的过错怪在别人身上。而当他攻击亚罗德隐歌时，我就下定决心了。不过，我需要尊师的协助。我绝对不会这样对你，哥哥。再过一万年也一样。马法里恩对上伊利丹，不能容忍你亵渎大自然。很抱歉，事情会走到这一步。少来了，你根本不抱歉。伊利丹，你到底变成什么了？变成我必须要的样子。不需要这么生气，我们一直都爱着你，支持着你。哼！这么做，你们可笑的防线将再次瓦解。我拯救了所有人，但这就是你们的回报吗？是我拯救了大家，而且我也很感谢你的协助。可是现在你已经危害到了自己的同胞。力量，我绝对会复仇。不要挑衅我的怒火。
你有想过我所经历的苦难，还有我的孤独吗？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失去了。胸拍骨，龙的力量。我明白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置我？他攻击了我弟弟，不能就这么放走他。我没有忘记他所犯的罪，马义夫。他会被监禁起来，而我会亲自看守他。我们拿走伊利丹偷藏的井水，用来种下世界之树诺达希尔。这棵世界之树获得了守护巨龙的祝福，能够免于腐化的威胁，并且弥补我弟弟犯下的大错。之后，我进入翡翠梦境，对世界进行持续长达10000年的治疗。但突然间，我被唤醒了。马法里恩对上阿克蒙德。燃烧军团回来了，而且还有外地人闯入我们神圣的山林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索尔，部落的大酋长。而我是珍娜·普劳德摩尔，罗德隆幸存者的领导人。看来我们唯一的胜算就是合作对抗共同的敌人，否则的话一切都会灭亡。我们和你并肩作战，胜利或死亡。弟兄们，拿起武器，勇敢的兽人和人类奋战吧。暮光降临，敌人在等待着我们。算账的时候到了。阿克蒙德的目标绝对是海加尔山之巅的世界之树，要是让他得逞，我们就完了。
圣剑。我是来办呐。有好东西要跟你分享。你居然敢挺身反抗我！要是你的同胞和你一样勇敢，我当初毁灭你们国家的时候就好玩多了。恶魔就只会出一张嘴吗？以伊路恩之名。世界之树赐给我们永生以及控制自然的力量，但现在我们该把力量还给他了。你知道这表示我们会像凡人一样变老。亲爱的，如果这自尊让我们有所迟疑，那或许我们已经活得够久。我会帮助你。如果我知道凡人根本无力抵抗的话，早在几百年前我就该进攻了。他丝毫没有起疑。整洁的花园，还有整洁的心。我会尽全力帮助你。我们胜券在握，为了伊路恩，就像我们所希望的一样，等阿克蒙德发现这是陷阱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们的意志力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。在迎战阿克蒙德的混乱中，泰兰达决定释放伊利丹，希望他会协助我们对抗恶魔。结果他还是继续追逐危险的力量，变得更加腐化堕落。尽管不舍，但我只能放逐他。但马义夫执意追捕他，而且不久后便向我们紧急求援。
马法里恩，对上伊利丹。哥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伊利丹，我是来再次阻止你的。兰达，我很惊讶你居然来了，你是来弥补自己的罪恶感吗？我做了当时该做的事，马伊夫，你没有资格评断我。泰兰达，这场战斗跟你无关。伊利丹，我当时不该放了你，你已经变成了怪物。怪物，这就是你心目中的我，泰兰达，我一直很在意你，我只是想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自己的力量。现在，你和整个世界即将见识我的强悍。照耀我的道路。我绝对会复仇。我绝对会复仇，我要制裁你。听我的歌跳舞吧。人家两位电话嘞。毫无挑战可言。我要制裁你。下面的空气新鲜吗？来打啊！
心灵挣脱束缚。我要制裁你！来打啊！我的命运由我自己掌控。我们我要制裁你，笨蛋，跟我走。我要制裁你！干掉他们！过去我对你太宽容了，但这一次我不会再犹豫。哥哥，我已经向新的主人宣誓效忠了，在他的带领下，我有远大的目标要完成。抱歉，即使是你们，也不能阻止我。我持续追捕我弟弟，但是没想到他竟然在一场战斗中拯救了泰兰达的性命。无论过去有多少奇见，最后我们同意彼此互不干涉，各奔前程。他动身前往外域，我再度进入翡翠梦境履行职责，结果却被困在梦魇之中。我的领域中不允许暗影存在。这场灾难是我造成的，我得亲自解决它。我的使命就是要破坏你所建立的一切，就像当年你毁掉了我们的帝国一样。为了孵化翡翠梦境，我耗费了上万年的时间，以及无止境的努力。我之所以撑得下去，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这条命还在，会让你有多愤怒。去保护这片土地。阿法里恩，我来了。布洛，你到哪里去了？说来话长，
有个血精灵，竞技场，还有暴风王国的国王。有机会一定得说给我听。我是大自然之怒，我是大自然之怒。野的力量，我不能这么做。我拥有荒野的力量。翡翠梦境会恢复的，只是需要时间。
消灭梦魇之后，死亡之翼的恐怖回归让世界又陷入危机，大灾变重创我们的土地，并且引来了拉格纳罗斯和他的火焰大军。我和海加尔守护者得合力打败他。马法里恩对上拉格纳罗斯，我们必须把炎魔赶回去。哈密尔和我会尽一切努力。我准备好了。召唤冰冷的山峰，以智慧锻炼力量，在火焰中燃烧吧！我需要支援。击败这些拉格纳罗斯之子，动作快！以智慧，打斗，打斗！大灾变以后，海加尔山的元素就失控了，我们不能让诺达希尔受到伤害。你的世界之树会成为我烈焰的柴火。当然没问题。
海加尔之战的胜利为我们带来了数年的和平，我们照顾森林，保护荒野，但是战火又再度燃起，他首先降临尘谷，然后在大酋长希瓦纳斯的率领之下逐渐逼近我们的家园泰达希尔。在浪费我的时间，离开我们的领土。大德鲁伊，光靠幽光可赢不了这场战争。尽管反抗吧，我的力量已经远超过你了。不可能。哎，可以帮我拿一下吗？
们渴望复仇。战斗！这个行为很可耻，我很抱歉。送他上路。还有机会活命，兽人，那句话我原封不动还给你。这场战争已经输了，泰达希尔即将沦陷，但是这一次的失败只是一时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就能重新播下希望的种子。武汉同胞见证了世界的巨变，毁灭之火的历练只会让我们更加茁壮坚韧，而我相信我们必定会见到这一刻的来临。